好，我而家咧身在纽约嘅 Brooklyn 布鲁克林区，咁今日咧就系 Halloween， 咁啊好多小朋友咧扮到非常之有趣嘅，即刻俾大家。咁啊，有人扮呢个冰雪奇缘啦，扮蜜蜂啦，大人细路一齐扮嘅，咁而且咧亦都佢哋咧会去到唔同嘅铺头，啲铺头咧其实啲面铺啊、卖芝士嘅铺头咧，全部都有派糖咧俾人嘅，哇！黑魔猴啊，狗仔都有份攞。好啦，咁啊，講到呢度，我哋稍後咧就再去呢、這、一個紐約市中心睇下呢一個 Halloween Parade。